就是想让你们知难而退，你回去不就好了吗？不行。啊？什么不行？把你让给他就是不行。柴姐，柴姐，如果有一个你不想见，他又一定要见你，而且马上就要见面的人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啊，柴姐？你不想见的人不会是我吧？你怎么也来了？昨天的事情你还没跟我说清楚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就是不想跟你继续纠缠下去了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是因为方烈吗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明白你说什么。我要上班了，先走了。巧了，我今天正好要考察员工，就你了。你，喂，哎，他怎么来了？我，他，这就是你说要见的客户啊。不是，他。就是我是他上司，见他很正常。倒是你，身为总裁，没必要跟一个员工浪费时间吧？我跟谁浪费时间，也没有必要跟下属汇报。过来。你们，小七，干嘛？方烈，哥。哎呀，够了！我过来工作的，你们能不能尊重我一下？你们工作你们的，我只是过来考察而已。你不是要去见客户吗？走吧。啊，客户，哦，我得打个电话，你们稍微等一下，我给客户打个电话，等等。我说见客户就是为了骗方烈，这下怎么圆场啊？要不先想个办法稳住他们，然后。找个机会让他们知难而退，我转到头了，这个办法好。那个客户约好了，我们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有工作问题要问你，坐我车。啊，等等，我也一起。客户很难谈吗？没有啊。怎么这么晚？看你一直愁眉苦脸的，不会是我俩影响到你工作吧？没有，有刀还是有了，所以你们能别跟着我了？不行，反正方烈跟你在一起，我不放心。我还不放心你跟小七在一起呢。嗯，反正我得跟小七在一起。好了好了，行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就想借着工作缠住我。这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一会儿可别后悔。你想干什么？哎，一会儿前面路口左转，停下来就行。啊。哦。行吗你？打你没问题。不好意思啊，客户约我打网球，我想先练练，你们不介意教教我吧？这种客户有需要见吗？我教你。像我哥这种病刚好，他现在不适合打球，我来教你。等等，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我来吧。别急。你们要是不介意的话，一起教我怎么样？嚣张！
告诉你什么叫网球。来，是不是打错了？没，是我不小心。再来，球拍都握不好，看哥的。好厉害！我来。我来，让开点。不行了，不是吧，这才过了两个小时你们就不行了？我还没热身呢。来，继续。小七，你绝对是专业的，你是不是耍我们玩呢？不是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要不咱换个运动，篮球、足球，要不然相扑或者跳高，选一个呗。你约的客户呢？什么时候来？应该再过三个小时就到了。哎，刘总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好，你就那么想摆脱我吗？你居然都知道，干嘛还要跟过来？走了。小七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你傻呀你？生病了还逞能？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难而退，你回去不就好了吗？不行。啊？什么不行？把你让给他就是不行。